你来是不是有想到办法，会当叫建德啊？你吼、这先慢慢的啦，哦。这进前哦，都一直拢无办好好，你先签签的啦。见着哦，还佫有小弟小妹的。你是惊因我叫见着他咧，就是。啊，就算讲咱无要替家己想，啊嘛爱为只后一代想，咱等到总袂用个绝后啊。十多年都唔捌斗阵人，也无差一张啦。为什么开始，咱两个差无共，最无人？你家己较保重个呀。头家呢？伊有来过哦。伊讲啥？伊摕离婚证书，予先生转去啦。啥？这个时阵？伊讲惊今日遐去联络着小弟小妹。切切嘞好啦，唔正老爸，真正无人性呢，嘛唔想看卖哦。伊拖来切切偌济年诶。叶秋，阁会记得你甲我讲，你才着冰单，敢那是无偌久之前的代志。像你囡仔着要两年，你问我讲，今天遐敢有转来？我即马无法度回答你，
等你平安回来，我才全部讲给你听。先生，楼下有产妇准备要生啊，是裴太太啦。对吼，裴太太这几天要生啊。昨吼我敲电话给伊，伊讲无啥物感觉，啊今日一早吼就开始准疼。你敲电话去哦。是啦，啊这几天吼，咱做产所拢无产妇上门。我甲美霞姐哦，就一个一个敲电话，予进前捌来做产检的产妇。先生，啊，你等一下要接生，找些物件哦，靠体力。我知啦。阁有，我知啦。我会整理好势才落去，你遐小坐。是。明哥，我拢检查好啦，啊，拢正常啦，起码吼五分钟做下一遍，应该真紧就会破水啊。啊，先生，起码状况安那？先生哦，应该是无问题啦，安尼就好。若是有只事，先生哦，就较尽早啦。嗯，先生，太太的声音不够听。听，拢正常。对啦。好，先生，啊，小水箱哦，我随上过哦。好。牵牵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